大家好，今天就跟大家说一下如何避免夜菊花出现黄叶，特别是进入这个花期了。花期一旦养分不充足了，它就会导致这个黄叶的现象，因为很多的养分都已经供给到这些花苞花朵上了，就导致它出现一个黄叶的现象。特别是底部这些是比较的容易出现泛黄甚至干枯的现象，干边。那么怎样做到避免它黄叶呢？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两种东西，给它喂进去了，它就自然的恢复油绿有光泽。第一个就是用到硫酸亚铁了。硫酸亚铁的作用有用过的应该知道，它的作用是特别的大的，特别是这种喜酸性植物叶菊花。硫酸亚铁能够改善土壤的酸碱度，提高土壤的酸度，能够满足它的生长需求。因为它的铁元素是特别的多的，能够形成叶片的叶绿素，让它能够有充足的养分生长，同时也避免这个黄叶脱落的现象呢，还有干枯。使用的方法也是特别的简单的，比如说这种颗粒状的话，咱们可以用到两颗对上1500毫升到2000毫升的金水，给它做一个融化之后，直接给它10天左右浇灌一次就可以了。这样连续浇灌4次，这样子它就会慢慢的恢复油绿有光泽的了。特别是这种盆栽植物啊，一旦切铁了，就会造成一个黄叶干枯掉落的现象。第二种烟棉露，这种烟棉露也是能够让这个土壤的酸碱度大大的增加的。那么怎样使用呢？这种水溶液的话，可以用到2瓶盖，对上1000到2000毫升的清水，给它10天左右浇灌一次也是可以的。它就能够大大的增加土壤中的酸碱度了，使这个叶片更加的油绿，更加的有光泽了。因为烟棉露里面所含的氨基酸、乳酸菌、放射菌是特别的多的，比较适合这种喜酸性植物使用，也是特别的好的。它不单单能够浇灌这个盆土，也可以兑水稀释之后喷洒整个植株的叶面正反面也是可以的，这样就大大的增加它的油绿度了，就不会造成一个缺乏养分而导致发黄干枯的现象。也可以用来发酵一些饼肥、花生壳，还有一些果皮作为发酵，浇灌一些喜酸性植物也是可以的。所以今天主要给大家分享的就是避免叶菊花出现黄叶，使用这两种其中的一种给它做一个浇灌就可以了，这样就大大的增加它的酸碱度在盆土里面，就不会造成黄叶的现象了。有很多叶菊花出现一个黄叶，其实最大的因素就是缺乏了这个酸性基剂在里面，这时候呢一定要及时的补充铁元素就可以了，只要铁元素充足了，它就不会造成一个黄叶的现象了，这样呢就能够大大的增加它的生长了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叶菊花泛黄了又怎么避免，就到这里了，希望这些方法对于大家有帮助。好了，下期再见。